上午12点，葡萄牙体育发布官方消息，沈梦露被球迷大赞，吴磊躺枪。北京时间1月4日上午12点，葡萄牙体育发布官方消息，正式与中国球员沈梦露解除合同，感谢他为球队所做的贡献，希望球员未来一切顺利。半年之前，19岁的沈梦露前往葡萄牙留洋，加盟葡萄牙体育女足 B 队。他曾在对阵阿尔维卡女足比赛中替补出场，并打入3粒进球，随队获得葡萄牙女足超级杯冠军。沈梦露还很年轻，由于伤病和球队换帅的影响，在葡萄牙体育不能打上主力，经常象征性替补出场。为了改变这个现状，他主动向球队提出解约，加盟另一支葡超球队奥伦斯竞技队。据了解，这支球队属于保级队。虽然球队整体实力下降，但能打上比赛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有助于沈梦露未来成长。中国女足曾在90年代称霸亚洲，是世界女足有名的强队，如今发展之后导致竞争力下降。虽然葡超女足整体实力不强，起步较晚，比不上欧洲女足顶级联赛，但足球环境比国内更好，成长性更高。树挪死，人挪活。沈梦露并不是为了名气而留洋，年轻球员需要实战比赛历练才有变强的机会。对于沈梦露的选择，球迷给予大赞。有球迷说，与其80多分钟替补登场，不如换个队伍增加出场时间，能打上比赛才是最重要的，现在还很年轻，以后实力变强了可以去更好的队伍。还有球迷说，葡萄牙女足的实力还不如中国女足，沈梦露也是有梦想的球员，欧洲足球氛围更好，希望能够掌球。以沈梦露现在的实力无法入选中国女足，她的优势在于年轻，在外历练比待在国内更强，她的勇气和态度值得肯定。日本和韩国有很多男性球员在欧洲二级甚至三级联赛踢球，说明留洋的选择很正确，年轻时就要走出去。对比沈梦露的决定，在西班牙人踢球的吴磊躺枪，他已经连续4场无法获得上场机会，教练已经对吴磊失去信任。球迷认为吴磊也需要更换球队，国足12强赛还需要他进球。其实吴磊和沈梦露的处境无法相提并论，前者已经31岁，在西甲最高联赛也是国内最好的前锋，实力基本定型，通过换队提升能力的可能性不大。后者今年才20岁，在国内属于实力普通的球员，希望通过留洋提升实力，更换球队成为主力显得非常重要。希望沈梦露能够顺利成长，通过留洋提升实力，未来入选国家队为女足出力。